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Kiko。今天我们来看一下盖哥回归后给我们带来的精彩手牌。看一下盖哥这个桌子，看盖哥在翻牌前在第了 button 位是 raise 到了800。看一下，对位帽子上写着中文的韩 call，选择了 call 住。看一下这个叫彭，我们暂且叫他彭叔叔吧。看一下他用三 king。红桃也选择了桃主，看一下 flop 三七多。你从上帝视角看啊，我们是两家是 miss 的手牌，一家是中了底对三哦。看一下盖哥的 A 四是 C back 的一千，三圈选择了桃主。你看一下 turn 上底对的三圈选择了继续 check，那盖哥继续 bet。大家 bet 的尺度4000哦，非常的重。看一下三圈这条街，选择防守还是弃牌哦？选择跟注还是弃牌？看这个彭叔叔有自己的小九九啊，他选择了拿底对靠住。看一下河牌的这张二是给我们的盖哥完成了一手空气空气。然后线上的后门卡顺照合牌倒，看一下盖哥这手惊喜的，你看他的嘴角啊在微微上扬，邪魅的一笑，是在想，哼，你看一下盖哥是 bet 了20000，一直拿底对三在防守的这个彭叔叔啊，他的样子是要选择 call 了吗？哇哦，看一下他的。我们听到了一些不太和谐的声音啊，彭叔叔的。那他选择用这个底对三在河牌抓鸡，只能说他从头到尾都没有信盖哥的这个动作啊。好啦，我们这场手牌就到这里吧。